到了进香期，就到北港朝天宫，无论是平日也是假日，拢是客了满满的残香人潮。这老嘞进香期，不但和庙内香火鼎盛，朝天宫即卡定宫之宝万年香火炉，更加是全年烫天，香火不断。进入，进入。万年香火炉是咸丰鼎盛，就是咸丰七年，1857年。咱即马这粒炉是。在全省各宫庙啦，恁北港进香的时阵，一个过火，啊是这卡火，啊咧专用的一个炉。啊，咱这吼，咱这都是用这金纸吼，咱现烧，吼，啊发出用些吼，卡落伊这个因准备的火卡，吼，啊做提灯。那一般咱看到宫庙拢是干供瓦火的尔，啊咱这是万年香火，这是瓦火，这是比啥物啊好。朝天宫万年香火炉是台湾妈祖经当中少数提供香火壶给香客使用，也是一项具有特色宗教文化。啊，将这个万年香火里面的这个火啊，带等于以这个宫的里面的炉来添炉，来增加伊一间庙的灵气。我爱当看有一天像咱朝天宫的香火变旺盛袂安尼。因为这香火炉都进香，炉卡拢进烧，庙方不但大先行准备香火壶提供给进香民众，另外也欢迎一般民众使用。主要咱这是针对寺庙，吼，还是讲这个神明会团体来进香为主啦。啊，你个人厝来请神明来，你要炸炉啊，你买使来看我也使，还是讲你也无炸，啊，你就你来得开始啦，等你碰到红炉啊。啊！你咧提当恁厝，提当恁厝的迄粒神明香炉，嘛是会使啦。北港朝天宫传承万年香火炉保留宗教特色，以后大家为万年香火炉看到北港进香活动的形象。记者李嘉山，差不多。